为了协助纾解血荒，财团法人博主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还有立委傅昆萁18号上午特别举办了一起做爱心有灵真幸福的爱心捐血公益活动，期盼可以抛砖引玉，鼓励民众日行一善，拉抬血库的存量。主办单位有财团法人佛祖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，协办单位有立法委员傅昆萁服务处、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、中国国民党黄龙华党部、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共同办理的“一起做爱心，有你真幸福”爱心捐血公益活动。18号则是在花莲市迷你国小附设幼稚园前广场举行，立委傅昆萁也在百忙当中前往现场，向乡亲们握手致意。市民们也热情地和傅昆萁一起来拍照，而一旁的小美女也准备了手机，希望把被美好的公益活动能够记录下来。立委傅昆萁表示，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以来，不仅各行各业受到冲击，民众也减少外出，避免群聚感染，影响到捐血的意愿，捐血人变少了，甚至有很多捐血活动都延期无法顺利办理，导致血库安全量严重的不足。很高兴在周末假期，跟我们花莲县的捐血中心一起合作，能够让更多我们的善心、有热血的伙伴，能够卷起我们的袖子，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尤其在 COVID-19 疫情期间，我们的国家真的在血荒，需要各界伸出援手，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社会的血荒的情况能够尽快的把它降下来，让需要这个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及时雨，共同来关怀，让我们所有需要捐血的这些病患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。我们非常谢谢捐血中心今天呢派了捐血车，跟我们地方的慈善基金会一起来合作，我们的佛祖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一起来合作，今天有非常丰富的这些赠品哈，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好的这些赠品，要送给我们这些捐血的这些乡亲，希望大家共同能够踊跃的来参与，我们一起发心做善事，关怀花莲，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幸福温暖。为了协助纾困血荒，财团法人佛祖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协办单位共同办理的“一起做爱心，有你真幸福”爱心捐血公益活动，期盼抛砖引玉，鼓励民众日行一善，拉抬血库的存量。记者九安华报道。